停留，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能相遇。我们是真的爱吗？我想问我自己吗？要是想家家，就想要家就有个家，那该有多好呀！愿望都会成真吗？打开全景模式吧，爱不是放假下就忘记了，说放就放，像没事一样。